宵夜也不是取一相一行之中，在那边委委屈屈说种种惭愧忏悔说的宵夜，那是念念看到你，念念再也不允许你只堕在感觉之种种感觉上的种种妄想妄作，那是真宵夜人。那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中才讲，这是真大忏悔。这呢才能够消无始无明的种种业力，那才知道真正叫做无明业力。明明是觉，你却堕在觉中所现觉时，却妄起造作，不是无明吗？那却在妄起造作上面，虽不是妄起，却罗织成了种种梦中的种种业感世界。为什么说梦？因为所有的一切的世界的形成，一切先前的所有一切感受，罪业的呈现，你但要真正当下就知道回光，那业力一下全消。当然有人说，你回光好像不是马上全消。那当然不是马上，为什么不是马上？因为你回光也不是马上你就毕竟回光了。你那个回光还在妄想之中，认为自己有没有回光呢？你打着妄想以为有没有回光的那种念想，还在认为自己有回光，不就还是罗织过去感受中的感觉？所以你要是真正懂得回光时，连在你觉得回光当下一切业感的承受，你念念都要当下承受，当下担当，当下担当不是咬着牙去忍，当下担当是告诉自己念念明白，那根本是觉，觉得痛的是谁，痛起处是谁，觉得痒的是谁，痒起处是谁，觉得烦的是谁，烦起处是谁，觉得闷的是谁，闷起处是谁，念念做官。你总有一天心若熟识，你自己就会打破你无始劫的暗障的那个七桶七底，打破那一层钢墙。